Yo，大家好，我是领导。OK，刚刚呢，我看到一样东西，让我突然想到一个 content。我不懂这个临时想到 content 拍起来会不会很贱嘛，所以我就将就一下喽。OK，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啊，我皮包里面呢剩下一个24.7块。我就想挑战，我现在有的现钱哦，我到底两餐里面可以吃什么？因为我在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嘛，就是那午餐跟晚餐了咯。然后我就觉得24块让一个人吃两餐不是什么问题吗？所以我就想，我就把它提前一个过来，就是等一下，因为我跟我妈去买东西，我就包买她一起。所以就变成现在我有的现钱呢，我们两母子到底可以吃到什么东西？然后到最后到底还会有剩吗？哇！觉得是简单，又觉得好像很难这样哦。反正也顺便要 vlog 一下，所以我们就出门了啦。哇，那就没有拉推车啊，干买东西啊？你过来，来，你手比这样，它会像吗？OK， 现在我们是买完了啦。刚刚的时候呢，就有突发状况，里面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不可以拍，还刚才跟我讲 ，Hello。他不得 shooting 啊，然后就因为他是外劳朋友嘛，所以我就听他不大清楚，我就问他啊，然后就这样子跟我比，然后我就跟他，其实我不是听不懂，是你念的太快了嘛，所以现在我要打包东西了，你要吃什么？鸡饭哦，鸡饭啊 ，OK， 所以我要打包鸡饭，吃了鸡饭后面应该还会有剩，你要加东西吗？不可以哦，我们八戒只有24块哟。来，然后打包鸡饭了了，这也是我喜欢吃的。哦耶！哎呀呀呀呀！最喜欢吃的新北京旗鼓鸡饭没有开。哎，本想很期待可以吃它的鸡饭的，又便宜又大份又好吃，结果没有开。来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。就来到这边，以前每次放学都会来的地方，来这边打包。这样我就来打包这个。鸡尾饭一个，然后老妈只要云吞面，啊，这有点尴尬，让你看住我那傻老样子。多少钱啦？来 ，Thank you，OK， 买好了。一个云吞面，我买了一个鸡饭，所以总共用了11块，24减11，还剩下一个13块。其实我觉得晚餐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因为这样子都已经11块了，所以现在就回家吃这个午餐了。OK， 来，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这一个午餐，我还有点像硬币这样哎，又扁扁的哦。哇，鸡饭看到吗？哇，最喜欢吃鸡饭了，三餐没有鸡饭都不可以。没有鸡不吃饭。来吃，我们的午餐。鸡肉配狗饭。你连那个早餐都省回来了。哇，不是，是啊，你们想拍卖早餐一起哎？我觉得更大挑战了，真的买早餐的话，印度面倒鸡饭交了，而且刚才卖鸡饭的那个男的，他服务态度很好。讲真的啦，打包鸡饭很少人会问你哦，你的辣椒够吗？因为我们很多人。像我这种吃鸡饭哦，一包辣椒都是不够的。如果假如说有加料的话，然后还会问你一包辣椒够吗？这种真的很少见，不错。哎，好吃的这个面，好吃看，是很够味耶。哇，好吃哦，我像油鸡这样。好吃哎，哇，不错，我觉得它的印度面很香。哇，这很香哎，还放那个猪渣的哈，油辣，猪渣的那个我最爱。你要是看它鸡饭的饭嘛，也是很香，你看。有些不一定香的嘛，哎，有些好吃哦，好吃哦，啊，这画面不要拍那么多了，我们先吃先了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吃饱了，然后剩下我妈在这边吃，你慢慢吃啊，我要去弄我的东西了，给你们看，等了很久的东西终于到了，我买了 Beyond 的海报，哇啦，哎塞，这有几张，而且它是那种很高清的了嘛，它一张我是最喜欢的，就这一张。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啊，因为我想要布置我这边我的 studio 嘛，不是我 studio 啦，我要布置我这边我自己每次剪片的地方，让他看得更舒适一点啊。哇，帅啊！这个乐与怒的海报，哦，等一下我要给他布置一下了。
哇，给你们看，哇，哎呦，看了真的是爽到！讲真的啦 ，Beyond 哦，但是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不只是一个偶像吧，他们已经是一种，已经对我来讲是一种信仰、一种精神了。哇，我真的是跟现代人真的是不一样啊！我这种是喜欢那种比较经典一点的啊。莫假这样感触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来过。Scene 1 Take 1 Action。OK 啦，所以我现在就等晚上晚餐的时候好啦。现在我还想吃三块晚餐可以吃什么嘞？虽然是讲说应该可以，可是有时候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。OK 啦，所以我先休息一下先，等一下再继续好啦。Let's go。啊，现在已经出到外面，刚才也忘记要拍content了。然后我现在我有点饱，然后你现在你会饱吗？饱。然后我们两母子还是有点饱，因为我们吃的午餐太半天掉了啦，刚四点多次。其实现在呢，时间才差不多一个6:44吧。所以有一个打算，这剩下的13块呢，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子来 share， 我们去买一 set 他喜欢吃的所谓的鱼肉汉堡，然后就吃汉堡就吃薯条这样子啦。OK， 所以现在就去买麦当娜的鱼肉汉堡啦。Hello。Fill out office 1 set. Sudah. Okay, terima kasih. Okay, thank you. Okay, depan 14:35. Oh, si, 超过了，超过了。Okay, thank you.OK， 现在我买这个鱼肉汉堡呢，其实讲真的，它其实买到它只需要13.54吧，我的啊，其实是刚刚好我剩下的钱，因为我里面还是要13.7嘛，只是还有 tax 到了那些之类呢，就变成14块多，所以这个挑战不管算不算成功啦，不过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饱啊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到公司吃咯，走 ，Let's go 。OK，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啦。然后就是买了这一个，我妈就是新兴店的鱼肉汉堡，所以我妈讲她吃汉堡，汉堡就你吃，薯条就我吃，然后水呢，也许她喜欢喝的爱心柠檬地，我们就公司喝，我们吃啊吃啊，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啦，这个影片呢就算有点失败，因为我们拍那个时间太过有点频密啊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挑战。多少钱一天可以吃到多少餐这种东西呀、啊？我们就在底下留言，或者是看你们的那个 view 好不好啦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再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然后，真的啦 ，MCO 真的很难排梦啊，排梦东西哦。我可以想到排梦就排梦啊，这也是一个很 last minute 的影片，所以真的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所以就变成一剩两个人吃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